文兰，你不见我，你还想不想离婚了？慕白，你到底想干嘛？我只是想帮你。你想，什么都是你想。你有真正了解过我吗？你有知道我想要什么吗？你就是一个又偏执又自私的人，一切都要按照你的心意来。你要去哪儿？去离婚。你能不能冷静点听我说？我买庄文成的股份只是为了帮你，你如果担心他有钱了收购了精华的股份，我可以帮你高价狙击他。所以更坚定了我要跟你离婚的决心。半年前我示意嫁给你，为了你我放弃自己的事业，现在你口口声声说要帮我，你觉得花了钱我就要感谢你？我是温岚，我有我自己的骄傲，有我自己的追求，你了解过我吗？你知道我想要是什么？你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尊重。对不起，之前是对你有些误会，但其实这一段时间我都想办法去弥补的。你想弥补的是慕斯集团和蓝博士之间的关系，而不是我。你真是这么想我的吗？对。好，我同意离婚。老板，不好了！我现在是挺不好的。不是你不好，我说夫人不好了，老板。我有那么不好吗？老板，庄文成要召开股东会，他马上就要成为精华掌舵人了。安姐，晚上我们去庆祝一下你恢复自由之身。都行。正好，安姐，晚上我也有些话想对你说。喂，霍院长，你快来江南酒店吧，庄文成已经成为了大股东，马上就要竞选执行董事了。什么？我先想办法拖住投票选举，你快点啊。啊，好的。出什么事了，兰姐？庄文成动手了，咱们马上去酒店阻止他。要不要跟夫人说一声？他已经把我拉黑了。可你有十三个行动，夫人知道会怪罪你的。庄文成私下买了这么多精华股份，其他股东为了保住位置肯定会力挺他的，所以现在温岚应该很危险，我们走快点。你好，请问霍院长在吗？不好意思，霍院长和几位领导今天都没来上班。谢谢，走。中山酒店又想来捣乱，自己慢慢找去。以上是我对精华三年来的未来规划，谢谢大家耐心的聆听。今天呢，是我们选举执行董事的这样一个会议，本次会议将以不记名的投票方式。等一下，各位董事好，关于投票选举庄文成成为执行董事一事之前，我有一些资料想给大家看。庄文成，庄柔到底是你什么人？你当初是如何背着我妈出轨的？在座的各位叔叔们，都是跟我妈妈一起白手起家，兢兢业业才创立了现在的精华。我想请问各位，像庄文成这样一个德行有愧的人，如何可以成为精华的掌权人呢？先生，没有预约是不能进的。实处。居然敢骗我！这就是我的亲女儿啊，她是多么不希望我来掌握精华呀！庄柔是我的亲生女儿，不假。
但是他是我和前妻所生。诸位可能不知道，在和文清结婚之前，我有过一个不幸的婚姻。我和前妻许淑荣生下了女儿庄柔。文清死后啊，我因为心怀愧疚，就和前妻啊复了婚。出轨一事纯属子虚乌有吧。证据都在这里，你还狡辩。作为股东，我提议解除蓝博士在京华内的所有职务。文兰因为婚姻破裂，致使慕斯和京华的生意暂停合作。在董事选举之前，先举手表决吧。我同意。我也同意。同意。庄文成，你这是操控选票。哼，我不同意。大家真的要让这样一个人掌管京华的未来吗？文兰，我请你闭嘴。小心。